来看到天气咯，今仔受到这东沙岛海面的这热带性气候外围环流影响，咱台湾的这东南部、东部、中南部、甲中东北部地区朋友去问拢准好，北部地区在中昼过了后，温度这局部低暂准好，请乡亲爱注意哦。来看详细温度。而且北部地区，即台北、桃园、甲新竹拢落雨，温度是28度到35度。伫中部地区，同款有哪拢落雨，温度是25度到33度。南部地区佫较少落雨，温度是25度到31度。东部地区是26度到29度。外岛的朋友，金门、马祖温度是25度到33度。